现在煮肉丝蛋菜干面。首先我们肉丝蛋菜干面，首先我们先烫青菜，先把白菜穿烫，穿烫完之后再来煮面。那个肉的部分已经是好了，就是肉丝蛋，部分已经是用电锅烤了，看一下，然后穿烫也 OK 的，我们就把穿烫包起来。这样捞起来之后就放在旁边，那个先煮面。面放进去后，我们就先停一下。好，面煮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把它捞出来。
就是这样子，肉丝蛋菜干面。